今天在菲律宾，我们来挑战这台，听说蛮容易出的，所以我来试试看啦、啊。然后它现在有这个 Freeza 的 GK， 打三盒有一抽，五盒两抽，然后七盒四抽。所以我们看我们可不可以打最少打三抽，打一个一抽了哦。OK， 开始。这几天我看人家打这个蛮容易的，所以今天才想要来看看有没有这个运气。哦，那个下爪速度偏快哦。先把它打下来，做一盒。Oh no！ 嗯，还没下来。可是它还可以直接出嘛？哎呀，没有后防。嗯，又掏下来。Oh no！ 直上直下。掉下来 ！Oh no！ 粘在一起了。咦、欸，怎么跑去后面？我们来挖捞吧。哦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我们把它拉过来这边，做一个平台。OK， 我们已经有我们的平台了，现在看可不可以打下来。其实它扁比较好了吧？我们先拆了。我们抽 Shanks。哦。我们要拉。推 ，OK， 推，举出来，不是我们先摔倒，哎呀，有点怕我拉错了。是乖乖逆对他们。慢慢来，慢慢来 ，slow and steady。要牢住，要牢住，退。要掉，要掉，我们就让它掉吧。我也一盒，我们来打多两盒。所以现在就是一直要把后面那些猴子打在它的上面。嗯，看会不会技术点。好，机会，常规，后面的 ，OK。翻过来，过来 ，yes， 两颗啊，应该吧，不要老错。哇，垃圾啊！吓死我！我还以为抓住你。现在跟刚才一样，就是要把它打上来，拼运气。
过来。哎呀。缘分，看有没有办法吸出来。跳过来，哦，可以。啊 ，no， 啊，打来前面，哎呀，抓到后面了。人家自己抓的，才送啊。喔，它配速有点偏快啊，所以很难，是蛮难甩倒的。嗯，卡到那个齿。OK， 来逆推吧。安全一点。其实他后面还没有 clear 哦，所以我们还要打过一次。OK， clear 了。乖。Slow and steady。我们来如来整掌一下 ，OK， 三合高进，我们看可以拼多两合了。我们还有，我们现在拿60个token，还剩蛮多的，所以。哦，逆过来 ！Oh no， 全包到。来了，我们要把它小心翼翼的逆推过去。可是我怕按哦，它会把它按住，因为它位置不够啊。哎呦，时间到，看各位在摔倒上面。No， 它掉下去了。OK， 我们就打到这里，因为也拼不到第五轮了，这个已经躺下来了，我们就先打到这里吧。我们有一抽，看有没有机会拿到 GK， 这个看有没有大奖。哦，应该是没有了，我看到 O 就是 Point 了，对吧？这样应该是没有了 ，One Point 啊。OK， 今天的影片就看到这里，所以你们已经看到大概我怎么打了。只要你的一楼铺好之后。其他的就要靠一点运气叠二楼，然后就基本上就很容易就出了啦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这台那个 GK 还在，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影片，我觉得应该还在啦，所以你们可以来拼一拼。OK， 所以喜欢我们影片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